三度，哎，可以不要再踩我底线了吗？今天的天空很蓝，叫我的心更不安。OK 哦，欢迎到我们三度的超肥羊责任电话第 N 集。哎，我们今天欢迎让我们好久不见的蓝波。哎，蓝波，消失这阵子你都要干嘛？在家里睡觉，打扫，打扫。你知道为什么熊要冬眠六个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动物敢叫醒它。三度，有一台银色轿车和一台蓝色轿车，你要哪一辆？银色轿车吧。哦，所以你要银轿车啊！啊，我问你，你有看到苹果树吗？有啊，有。那你有看到梨子树吗？有，有啊。那你知道苹果树跟梨子树它们差在哪里吗？就差在苹果和梨子啊。不是，它们差在土里。我以为你会知道，对吧？三度。哎、欸。可以不要再踩我底线了吗？你有什么踩底线？踩底线会怎样？踩我底线，我还要再换一条。你知道，就最近有很多那种就是跳楼轻生的那种新闻，你知道吗？嗯。那你知道，如果二十层楼跳下来啊，如果他死的话，那他是什么？死人啊，对啊，如果他没有死哎、欸，那他叫什么？活人啊？不是，他要叫救命啊！三度，喂，小明躺在马路中间，哎、欸，很多车的马路，哎、欸，但为什么他没有被碾死？因为车让过他了。不是，不是。没事，没关系。所以为什么？所以是因为相机的问题吗？因为他躺在天桥上啊。我被击败了，你是击败人对你的浮夸。哎，然后我问你啊、哦，有一艘潜水艇，它只能载九个人。嗯，这时候已经载满了八个人。嗯，然后上来了一个孕妇，嗯，就潜水艇就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肚子里还有一个、啊，不是，因为潜水艇本来就会沉的、啊。我怎么会放这种错误、这种白痴问题？你为什么？好，我跟你讲故事。有一天，有个人他只能捡到一个神灯，然后他对那个神灯精灵许愿说他要九条命。嗯，对，他就真的有九条命，像九命猫药一样。嗯，然后有一天就想说很无聊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命那么多，让我去死一死好了。他想说去给谁撞一撞，看会怎样。嗯，就他真的是他一次就死掉了，那为什么？有九条命。嗯，还给车撞，他还是被撞死，那为什么？被车碾死的。不知道，因为碾他的是一台火车，所以他一次死了九次是吗？那火车二十节，所以是这样的情形。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。OK 哦，那不好意思让大家。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超不安的笑话？对，我们跟阿波很久见面，那两个就没见面了。等我搬家以后，我们就很常见面了。来，小野来，我们跟大家说拜拜。是，我说拜拜。小野说拜拜，拜拜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说拜拜，说拜拜。他说，说拜拜，好不拜拜，好拜拜。OK， 我们再见。
被击败了，你是击败人，对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我太伤人。